较无情，比较现实，因为不好取材，怎么用讲的哈？压眼，你们念得出来吗？散乱交加就是逆生，眉毛要一根接着一根，哦，那个是好的相嘛。啊，你跟好的相相反就是不好的相嘛，哦，逆生，然后散乱，哦，有六个。眉毛不要画成这样哦，你会比较有男子个性，做拍长球的。向上发展。哎，笔直刚硬那个是这个，你没有克夫命，你画成这样就是克夫相。你一整年都画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老你结婚的话，你结婚的话，你老公会出问题。刚这样看一下哈，我们眉毛都画得不错呢。不过不知道是原始貌还是有画有画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原始貌，当做原始貌在看哈。好，这个眉毛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不好看，为什么？太细弯了。太弯了。太弯太细，不算。像黄莺莺的，不是，很奇怪。你的眉毛千万不要画成这样。对呀、啊哦，这个叫春心眉。春心眉。这种眉毛再加上这种眼神，哈、哦。勾人。会有不良动机。讲这样够清楚吗？嗯。好、哦、好。那、啊、下面这张照片看一看，偷看一下，你的眉毛不要画这样，像不像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白头会上挡，上挡听无？太向下，白头会上挡。而且，不管你原始貌有没有毛，你既然要画眉毛，你就眉身要画粗一点，眉身太细。第三点是致命伤哦。他的眉尾冲夫妻宫，冲尖门，眉尾掉太下来，而且太尖，他的眉毛三煞他都有，好、哦，这是不好的相。好，这是好眼相，这个给各位照相。我这个人哦，我不会藏私的，因为哦，知识经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啊，你可以听几分，那是你的。嗯，那是你的缘分哈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从眉毛讲到眼睛，我们现在时间是几点？现在八点十分。八点十分，好，我们休息个几分钟，好吗？